杭州，一个美丽的城市，更是一座创新现代的科技城，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红电商都汇聚于此。本期亲爱的来吃饭的任务地点在杭州的新型网红聚集地滨江区。滨江区位于杭州市南钱塘江下游南岸，拥有39.2万常住人口。本期王祖蓝和贾乃亮将分别带着各自队友前往杭州滨江区的网红聚集楼。王祖蓝需要敲开一户广东家庭，贾乃亮则必须敲开一户哈尔滨家庭，成功找到指定家庭并一起吃饭，则本期任务完成。坐这个车吗？可以。哎呀，在等我呢，是吗？哎呀，久等久等久等。我好紧张。你紧张啥呀？对，你叱咤风云这么多年，可拉倒，演小燕子你都不紧张，你这个紧张。你放心，经过前几期的经验之谈呢，我可以传授你两个字，亲和。亲和。亲和。这个我可以。这个好像办公楼啊，你看那里面。这种有点像北京的那种公寓的感觉。酒店式公寓是吗？那我们去那栋吧。哎呦，找一个讲粤语的人，那我们今天每一句都是你好，你好，你好，可不可以来你屋企吃饭？你好，我们是东方卫视《亲爱的来吃饭》节目啊，请问你是哪里人呢？我是杭州人，我是南京人，我是河北人，浙江的，浙江的本地的，哎呀，真不是广东人。Hello， 你好。你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们是东方卫视《亲爱的来吃饭》节目组，李晟，贾乃亮。请问一下，您是哪人啊？我是青岛人。哇，家里有篮球鞋。对，有男朋友的。男朋友呢？男朋友是东北的。哪儿的？哈尔滨的。谢谢。我们节目今天非常有难度，就是在于一定要找到一家自己的老乡才能来吃饭。等会儿男朋友在不在家？男朋友在家。男朋友不在家。啊？不在家。今天回不回来？回来。男朋友啥时候回来？走。得问问。您能跟他就是沟通一下吗？我们有没有可能晚上到您家吃个饭？我做吗？我们可以一起做。我可以洗碗刷筷子。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吗？可以。太好了，谢谢。就正好我们自己还自备了餐具。你看一下，就是我们都有。台铃和节目组为我们准备的公筷。那我们进来喽。嗯，谢谢。哦，这是开间吗？是分离的，就是这种酒店式公寓。这边是浴室，这边是洗手间。这边是厨房哈。对，就是有点窄。平时谁做饭？我男朋友做饭，我不会做。对，所以他不在家，我都没有刷碗。他刷碗，他做饭，怎么这么好啊？啊，这个你觉得这个就已经成为就是非常好的标准了啊？很好啊。那你在家里家行刷碗做饭吗？他饭都不吃，真假的？叫外卖。啊，好舒服呀、啊！哇，很温馨啊。哦，这是你男朋友。这是我们俩一起看演唱会，就我不是很喜欢周杰伦吗？然后他就去偷偷买票，然后带我去看。哇，男朋友好好。这是我们俩第一次搬新家。你会弹钢琴啊？会弹琴。男朋友弹。说好不哭。因为我很喜欢周杰伦，所以他就给我弹周杰伦。哎呦，这个很有意思啊！你看看这个情侣100件事情，然后你们已经做了。一起拍写真，拥抱5分钟，一起做蛋糕都有。一起和亲爱的人齐台铃。你们多大呀？我们95年的。我给我男朋友打个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行。
喂。嗯。你干啥呢？拍龙印了没拍完呢，咋办？你快回家吧，家里来人了。谁呀、啊？我。我，你回来吧，你回来吧。谁？我。周杰伦。嗯、你好，我是周杰伦，我是周杰伦。贾乃亮和李晟。这啥意思？谁？是这样的啊，我们是东方卫视《亲爱的来吃饭》节目组，今天非常有缘分来您家吃个饭，特别冒昧打扰了你们一下。你们现在在我们家是吗？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呢，就是特别特别不容易，因为我们要找一家是我的老乡哈尔滨人，然后据听说你，对对对，我是哈尔滨的，可是马上结束，我稍微过一会儿回去吧。好的，好好好，谢谢，嗯，一会儿见，哎，拜拜，哎。哇，这个浓浓的香烟。哎，你们一个青岛人一个东北人，对，你们俩怎么会一起跑到杭州来了？我们俩都是传媒学院的，上完大学之后就一直留在这里。我现在在工作吗？哦，在工作，做自媒体，就拍视频，偶尔接接广告什么的，可以说是收支平衡差不多。就是他还是真的可以作为一种正儿八经的职业在做，是不是？是可以的，很多人现在都这样子。那么平时拍的都什么样的内容啊？就是情侣日常，就是那种偏搞笑的。东北人自带，北方人自带幽默感，对对对，自带幽默感。可不可以给我们看一个啊？我准备再对东哥甜一点，刚才录了首歌，我们去突袭一下东哥。老公，嗯，你知道我是什么星座吗？你不是摩羯座吗？我是你的代表座。有病啊！吓我一跳！你看他留言都5.6万，嗯，这观看量在4000万高的。你平时跟你老公说土味情话吗？土味情话，土味情话吗？说的很多。那你俩谁是高手啊？我。那你能领教一下啊？亮哥设计，你知道今天我们家为什么这么甜吗？为什么这么甜？嗯，为什么？因为有你们在，空气都变甜了。哎呀！那你知道我喜欢哪一天吗？哪一天？喜欢跟你聊天。哎呦！哎呀！你是什么学校？我是什么学校？B型。不对，你是我的理想型。哎呀！这些点子都是你自己随时能出能出来吗？也不是，就是比如说今天发生了个什么事儿，然后我们俩会记在备忘录里面或者记在手机里面，因为我感觉用视频记录也挺好的，就是有时你比如说我们拍这些照片拍这些视频，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忘了，然后记录下来之后就会觉得哦，当时是这样发生，是这样的事情，这样子。我想问一下，你见过你男朋友的爸爸妈妈吗？没呢，但是我跟他妈还有他爸爸就打过视频通话，就是有联系过，等于是，嗯，有说过几句话。他打视频通话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在旁边。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先做点什么准备，正好男朋友回来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呀？没事，他回来他会说做什么准备，要不然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呀。哇，你怎么活得这么幸福呀？高层有没有广东人？你好，你好，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是，我是王祖蓝，我是李亚男，我们是东方卫视的《亲爱的来吃饭》节目组啊。你好，请问你是哪里人呢？北京人。哎呀，北京人，哎呀，北京人。你认识广东人吗？这里附近，我老公。啊，老公。啊，哎，谁呀？谁呀？过来，太太，你们是明星了。广东人。老祖蓝，老乡啊。哎呀，老祖蓝，你好。哎，没有，还有一个条件，你们晚上会在哪里吃饭？就是说来我家吃饭。是的，对，欢迎我，先进来。啊，好了，啊，方便吗？进来。OK， 倒要脱鞋吗？不用。哎呀，谢谢你。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临时厨房，其实我们是租的房子住，平时直播工作有点忙。直播？你做直播？你什么几点要做直播啊？我每天都是中午。难怪你已经化好妆呢。38号黑玉米，含有大量的花青素，还有多营养物质，补血补体。这个燕窝因为它特别浓，你看这样倒基本上都倒不出来。3大包到手39，这个必入啊。慢，这里就是我们平时住的地方。住的地方也感觉就是好美耶。对，很有品味。那你怎么直播呢？你在哪里播呢？这样还有第二个家，就是我们平时就在那儿吃，在那儿直播，在那儿工作。你是吃播吗？养生
那你在这里只是住的地方？这里只是住的地方。早餐呢，就是在这里弄个面包，弄点牛奶，就是非常简单的。平时其实很少在家里做饭，所以我们的冰箱全都是空的。哇，真的是空的。是。咦，像双胞胎哎。双胞胎女儿吗？是啊。不住在一起。是是是。那现现在他们呢？他们已经一早去直播间直播了。他们也做直播的。是啊。满200送电动体验装，满400送化妆包包，满600再送大家一个手持的 Bobbi Brown 化妆镜。依然原装进口的奶源，非常适合要塑形的办公室女生。39.98杯，每杯是4.98块，没到5块钱啊，宝宝。反正只有十多件了，我不要犹豫，真的不要犹豫，你买一个哦。好有眼光，宝宝。是个直播家庭啊。都是直播的。对。他们平时在就住上面吗？住在上面。方便吗？可以可以。两个都住上面。嗯，对。哦，哎，我老婆是不是住不了？你会顶头吗？有点。会顶头，看一下。你有机会吗？我会顶吗？哦，刚刚好。哦，差一点。你也不是很高嘞。那他们平时其实在这里就是晚上睡个觉啊，两个一起睡，他们两个一起睡。哎呀，那感情好好哦。嗯，我们家这个是一个江景房，晚上的话能看到这个江的两岸都是灯。哦，真的好舒服啊，这样。外面是钱塘江。哦，钱塘江，哇，好美的。然后那边还有那个奥体的大莲花，晚上都开了灯，很漂亮。那晚上看到的时候，那个心情就比较轻松，比较舒缓。其实我们住这么久，从来没看过那个夜景啊，因为平时我们直播都是很晚才回来。哎呦，就是我女儿他们都是晚上播，就是7点多播到晚上1-2点钟，然后我们呢就是中午12点播到6-7点，就刚好是错开时间。然后我们呢，其实每天我们直播完以后，在直播间整理东西，然后都等着他们一起回来。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所有的江景我们都看不到了，灯基本上都关掉了。你们做直播之前是干什么的呢？我退休了，在家里面有这个几年的退休生活了。那爸爸呢？原来我在外企工作，后来因为姐姐妹妹他们做那个模特比较辛苦，基本上我没做我的工作了，我就跟他们照顾他们，照顾他们，开车啊，做保镖啊。那你为什么会做直播这个行业呢？直播行业开始是女儿先接触的，当时我跟女儿一起来杭州陪着他们照顾他们，他们是做模特，平面模特。后来我发现呢，淘宝有直播了，我是觉得这个行业可能未来有非常大的发展，所以我就极力的推荐他们去做这个直播，就申请直播。后来我照顾女儿的时候，粉丝其实都能看到，然后他们就想着，阿姨你不如也开个直播间教我们怎么样煲汤啊，做饭啊，养生啊。直播的一家人呢，哇，那好有爱啊。我们到直播间做饭吃。OK。他们一天能播7-8个小时。我们已经做了3年多了，他们现在也已经习惯了。你以前嗓音是这样吗？以前不是，我是因为说话说的时间比较长，介绍产品的时间长一点，就嗓子慢慢就废掉了，沙沙的。这个车我们是专门从这个广州就是托运过来的，就想着能够每天就等着他们下班一起回家。哦，每天都送啊？每天都基本上。哇，就好像以前去下学的那种。啊，对，就是中午有时候我要先急着回去直播，他先送我回去，然后再回来接他们。叔叔就做司机了。嗯、对，司机。哦。我去，我去，我去。来了，来了，来了。啊，不是，哎，你好，我找杨亚东，你是杨亚东？这是阿姨，这位是阿姨，这是我，这是东东的妈妈，我男朋友妈妈。哦，你好，你好，你好，阿姨你好，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你好阿姨你好，阿姨你来了，把东西。阿姨好，阿姨好。东呢？没在家。啊，他没在家，他拍东西去了，没提前打招呼。这是贾海亮还有李胜姐姐。不好意思，阿姨，我们是东方卫视亲爱的来吃饭节目组，
今天呢特别幸运能够来这个家里做客，然后之后让你们家都能给我们做到饭吃。啊，是这样，我太惊讶了。哎，我也是哈尔滨的。啊，那我们是老乡，我也是哈尔滨。对，我今天刚从哈尔滨过来的。阿姨，我想问一下，这算是你们第一次见面吗？对呀、啊，他我也没听过呀，觉得不太合适。对，感觉啊，那不会，我这也是就是搞个突然袭击啊。不太好意思啊，因为我觉得你们这合适吗？没关系，没事。那我们进去了，就愿意啊，进去吧，外面冷啊。谢谢，走吧，谢谢。来吧，阿姨，这个放这行吗？啊，可以，没事。这个是我带了一个锅。我带了一个锅。因为我拿了一点特产的东西，我寻思到这边来给你们炖点东西吃啊。你们这是咋的？我们三个都等着丫头回来做饭吃呢。啊？哎呀，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他以前会做饭吗？不会啊，在家从来没有做过饭。对啊，没事，我打下手，我帮忙。谁？小敏，这不是来了吧？嗯，应该是我男朋友回来了。Hello， 你好，你往里看。啊，你咋来了？不敢相信我来。不是，不说过两天回家了吗？那个别谁进来，别，我有点接受不了现在。亚东，你先把那个箱子先拿出来。我都闻着味儿了。红肠是吧？要。红肠小肚，这是我妈来的时候也经常也会这样。我一猜都有带这些。这是咸菜，这个是酸菜，这个好像躺汤了，已经躺汤了。嗯，然后这是红肠，这个得搁冰箱里面。这个能好吃，这个一会儿就给你们切了吃了。真好。哎，我见哈尔滨小伙啊，我就特别的亲切。真的确定你做饭呢？真的。啊，我搁家不做，但是我这边我都自己研究，我有一套就独门手艺。真的假的呀？这样吧，我给你们做个锅包肉。你会做锅包肉？会做。锅包肉的工序可是特别复杂的。还行。还会做啥？试一下子呗。炖个排骨，炖个豆角的。排骨炖豆角也是我最爱吃的。那行，那我就能这俩菜就够了。那我们出去买菜吧。你出去买菜吧，那我陪你去吧。嗯，行。对，你得买点那个啥吧，买点五花肉。我去。拿起来。100我想应该够了。走。拜拜。走，哎呀，真挺冷的外面。阿姨，人走了。满意不？满意，确实是满意。嗯，确实是比那个视频漂亮。那肯定了，那也不看看是谁找的。我起来给你，是不是收拾收拾吧？一会儿不在这吃饭吗？我看一下你这屋里头，窗户上面这全都是灰呀、啊，你也不擦一擦啊？那窗户有啥好擦的？那二三楼我咋擦呀？不擦，那里头你不擦一擦呀？全都是灰尘。你这些脏衣服你也不收，就这么搁着呀？那不是脏衣服，那刚洗的，搁那晾着呢。来客人了，然后就这样啊？我把这些给你整一整，太乱了。你把这个这样的收一收，你本来地方就小。来，我来帮上来，我整，我弄。来，我来。地方就小。来，我来。啊，完了，他还这占多大地方？这样就占，你看，他是先竖起来的，竖起来之后就可以这样了。这个架子藏在后面，这样就看不见了。你看，这样的话稍微。哎呀妈呀，亮哥，你歇着吧。没事，我妈过来找你也跟。哎，你看，你这样其实一扣，不过这感觉这样一收拾收拾就看出来稍微好一点。你现在是不是感觉空间大了很多了？已经是，你一来我家就跟重新装修了似的。之前这边堆着的时候，我在这边睡觉，就有一种上炕了的感觉。青菜。哎，要不要买点小白菜啊？买点小白菜吧。我给他打个电话吧，就炒小白菜吧。喂。嗯。你要什么青菜呀？丝瓜，你买点丝瓜。丝瓜炒什么？炒丝瓜能炒啥？炒鸡蛋。丝瓜你买两根。
哦，好的。然后你再随便整个小青菜啥的，就水煮的。好的。你愿不愿意吃？好的，拜拜。拜拜。一个水煮青菜，一个丝瓜炒蛋，行。还不如我跟着去呢。葱拿个两三根就够了吧？我不太会挑葱的，怎么挑？我也不会。哎，大葱是不是那种啊？完了，两个买菜小白，这个吧，这个行，我感觉行。丝瓜，西瓜，你就辛苦了，对不起。丝瓜在哪呀？就买个小青菜，没了吗？没了吗？今天要吃吗？啊，有丝瓜吗？丝瓜，还有豆角。哦，豆角在那儿。啊，这么细吗？是啊，这个吧，这是什么？这是那个炒，我们叫四季豆、扁豆，就是清炒的。这要多少呀？是不是要很多啊？焖豆角的话，一个掰两个差不多吧。我们就多拿一点吗？焖一次肯定够了，这够焖两次了，感觉。那个大姐有没有那个排骨？我要切两根儿，切两根儿就行。这么大？不，它是这样，两根儿，对，这样一根儿，嗯，这整块，还要那个五花肉，这边坐在这里够不够？我们四个人，我们对，大概四五个人左右，差不多吧，可以哈，行。哎，那锅包肉是要用哪的肉啊？瘦一点炸里脊哈，行，那个吧，可以，嗯，对呀，反正吃不完放冰箱里嘛，回头还可以做，那没了，应该都好了。我们一起算个价钱吧。129，100就好了。好嘞，谢谢。拿了，这个就很重。没事，我来。哎呦妈呀，刷上碗了，我来吧。不是，一会儿不是没有碗呢，吃饭。我家碗确实不多，我家就四个碗是吧？就四个碗，就主要就我俩吃，也没有别人。你呀、啊，哎呦我天，这锅是不是上顿吃完了没刷？就昨天我俩煮了点面吃，然后那就这么熬着呀。你这是现在是冬天，你夏天怎么办呢？夏天那就得这个有味儿了。关键是，你家这。这是厨房和那个啥，卫生间、洗手这个，这都在一起、啊。干湿分离吗？是不？哎呀，我的天！你看看你家，这鞋和锅就都搁到一起啊！你说你那鞋都快掉锅里了，那放不下呀。你要不然都搁到鞋盒里面。你这样的话，你做点饭，那鞋那都熏黑了吗？你现在这个东西吧。它已经结了一厚厚一层油了，这个你确定这个还能通电吗？这个能啊，这东西你还得一点点。我平时我就把这一擦完，我就感觉可干净。我觉得你家这电磁炉这一层这个都已经快有一厘米了，我觉得。哇，这油，你看这样它就干净多了。哎呀妈，它这个。我刚擦完，这个哪个又不满意了又？吃完一顿饭以后，必须得收拾利索了，你才能说做下一顿饭呢。要不然你下一顿饭怎么办？就是下一顿饭开始之前刷不也行吗？哪有这样式的呀？哎，反正也老是我做饭，陈敏不会做饭。那我可是从来没那个啥呀，没吃过你做的。经常给陈敏吃，那香完了。你真不会说话。你妈说从来没吃过你做的饭，说我，你说你经常给陈敏做，哎呀，你走吧。他对妈还是不行啊。你这种在电视剧里活不过三集，是吧？没机会吗？是不是？这不来机会了吗？你就所以，我让你今天就歇着嘛。你看又干这又干那的。就是你说我，就是他这样的，我能不能放心吧？那这收拾好多了。阿姨，呀，回来了，回来了，来。哎，回来了。我有点沉汗。哎呦，买挺多，也不知道买对不对。这谁买的豆角啊？谁买豆角啊？咱俩一起。不是油豆角。不让你买那个粗的吗？
可以是豆角就行啊，姨，想大啥都行，凑合吧。果然买错了。哎呀，好了，进来暖和暖和都。妈呀，这是我们沙发吗？是。我搁家夸你。夸我啥呀？夸你聪明能干贤惠。哎，我感觉我不该待在这儿。我得给他那个啥，哎呦我的天哪，你看看这不，哎呦我的天哪，你看看这不都掉出来了吗？都塞不下了，这里头这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在这里面，穿哪个他就往外掏哪个嘛，这里头就原来我上学的时候也这样，我们上学的时候都这样都这样，阿姨他得分类，得摆这些个就是冬天的夏天的什么内衣啦或者是外衣啦，他有格子的，这不都有格子的吗？一格一格的分开呀，他这没分，他就是都塞到一起。对，你看看这衣服，别收拾了吗？你都要掉出来了，都掉。别收拾了，求你了啊！我就想看一眼，没想到你还在收拾。我妈给咱家翻个底朝天了，已经。就我们妈就是希望来看到家里乱七八糟的更好。其实妈妈是喜欢被需要。对呀。就我整得太干净，反而我妈就不高兴了。明白。多谢两位指点迷津。土豆买了吗？土豆，你没说要买土豆啊？对呀、啊。土豆、排骨、炖豆角。哦，排骨炖豆角也是要放土豆的，对。我俩光记名了，光买排骨、土豆，不是豆角。也是。这赖你。嗯，你没说。嗯。我感觉应该让你们三个人，我撤了。你干嘛去？买土豆，忘买土豆了，因为那个没有土豆做不了。嗯，嗨，排骨呀？你可以啊，就这两下，自学成才。在家从来没做过。啊、是吗？这丝瓜吗，阿姨？对，丝瓜。我给你炒一个丝瓜炒蛋吧。行，能来了，啥也不动手了啊！好，哎呀，哎呀，玩线了 ，sorry。没有，我以为这是特殊的方式呢。反正都一样，里外都打开。这炒蛋，丝瓜炒蛋就不用学，你就是用想象，你都知道这个东西特简单，是吧？对。放点盐，它这个盐，放点盐。我跟你说啊，你家这个电磁炉一定要离这个什么远一点，因为它线远点，线已经烫化一半了。哟，你台铃的围兜都穿好了，油不能放太多，它把那油啊稍微周围转一转，不然的话它粘锅。对，这样的话之后你炒起来的话它就不糊嘛。别崩到啊！你看它一和，它油就过来了。哇，这个现在这个样子好嫩啊！对，它这个好了，把丝瓜再下去，其实很快。对，就加点盐，加点盐什么的。有些人喜欢吃清淡的，有些人不喜欢吃清淡的。平时咱们吃的这个，少放一点点。来活了，这就你看，对吧？对。它一般正常的话，颠勺的话，就往里扣。你看，你看，哎，好厉害啊！有活啊都。再炒就老了。丝瓜有的人炒这丝瓜呢，会炒得特别那什么。这是经常做饭的，能看出来。是不是啊？嗯。干演员这啥都得会点。好，我这道菜成功，完事儿，成功，成功，成功。好香啊！跑得远，选台铃。本节目由跑得更远的台铃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跑得远，选台铃。本节目由跑得更远的台铃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电动车。哎，姐，我回来了，这么快？土豆。对不起，对不起，都赖你。对不起，都赖我。隔离。家东，我怎么感觉好像你把这个土豆炖排骨做成了汤呢？怎么？没有，这个炖烂乎点就好了。一会儿炖烂乎，它一会儿自己它就那个就收汁了。对，收汁的地方就是它把那个蒸发了，是吧？嗯，它水还是放多了。我对豆角炖肉这个还是非常有评价的，因为我别的我吃不懂，但是这豆角炖肉你要是能做好了，那这么一个高手，是吧？查
尝尝吧。嗯，我再帮你干点啥呀？啊？干啥，阿姨？不用，我把这个倒了。顺姐，嗯，有个事儿我好担心啊。咋了？我感觉阿姨本来就挺担心我俩的，现在看了现状要更担心了。我跟你讲，担心是会永远在的。没有妈妈说哪天我看着孩子过得很好了，我就不担心了。嗯，就100岁有99岁都在担心。放轻松点，没事的。我觉得妈妈会开心的。哎，这么多油吗？要放？对，得炸。炸。这个锅包肉就是得炸两遍，油温50成热的时候炸一遍，然后再拿出来，然后等它油温升高的时候沸腾的时候再炸一遍，就外焦里嫩的就好吃。嗯，这只要能，你再给我倒点儿来。你可以啊。这哈尔滨人好像对锅包肉情有独钟哈，特别喜欢吃酸甜口的锅包肉。嗯、对。牙总可以啊，别让我吃惊了。然后等油温升高的时候再炸一遍，然后这么高难度的你都知道，它就外焦里嫩嘛，不就？然后最后裹那个汁儿，非常好，非常好，来了，嗯，锅包肉。咦，这是锅包肉吗？嗯，好香啊。啊、一起来直播间，直播间来，这边，有点乱，这里，嗯，对对，而且是非常的乱，没事儿，土飞楚人，对，是我女儿的直播间，这儿能方便吗？方便，请进，打扰了，看看谁来了，哇，Hello， 姓谁啊？啊，你哋好啊。哎呀，都是讲广东话。广东话，请进，请进。啊，会不会阻住你哋？这个是，女神。哎，哎呀，我老婆，李亚男。那你们吃饭了吗？我们没有呢。那晚上可以一起吃饭吗 ？OK。你们现在是在准备吗？对，准备。准备晚上的时候。女生都是比较注重这一方面。哎，你们这里。只有化妆的，那可以吃什么好呢？去我直播间，我那里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你的直播间了，对了，就在旁边。哇，来，请进。我们今天就在这儿吃晚饭，好不好？哇，这个是我的一个小仓库。这是不同的菜式吗？这个是我们每天的产品，因为太多了，所以写在这个黑板上面。昨天的80个宝贝，80，哇，你太厉害了。那刚好这里有什么我们可以今天晚上吃呢？这边，我已经给你准备了。看一下。其实我们的东西非常非常多，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拿这些东西就是来给他们吃。哎呦，你看到这个冰箱吗？好了，我们现在回放一下他家里的冰箱。哇，分别太大了，那为什么不拿一些回家呢？因为没有时间坐在家里，在直播上吃饱了，我已经家里就不用吃了，家里没有。那你家里那个其实就睡一下而已，对，感觉像酒店。其实除了睡觉以外，我们所有的工作啊、吃呀、喝呀，都在这个直播呀，全部都在直播间。哎呀，一般的话，像他们睡得比较少，可能都没有7-8个小时在家。哎呀，还是这样粘在一起啊！哎呀，睡得好难过呀！那。我们今天可以吃的应该有很多吧？很多很多。你看，我都当大厨了，你看到没有？这个他今天这个。你本来你会吗？赶着鸭子上架，因为我们平时工作特别忙啊。就所以你来了，对对对。这三个女的出去工作，你就在做饭。对。他是我们主男。三个女人背后的男人。男人。来，我们动起来好不好？动起来。爸的番茄炒蛋很厉害的，经常我们直播都会吃这个的。打个鸡蛋吧，这个我们也差不多了。这个好，谢谢亚楠。哎，没事儿。炒蛋其实这样的，炒的刚刚好，就是特别嫩。广东说的蛋滑嫩，滑蛋就是滑。你不是放很多油那种哎？因为放油太多，不太健康，不太健康。
那、啊、好香啊，已经闻到了。哎，你们都不担心吗？现在这么忙，他没有时间找男朋友怎么办？是啊，确实这个是一个头疼的问题。那现在他们有男朋友吗？妹妹就有，是同学。姐姐目前呢就还没有。妹妹那个，他们有时间在一起吗？每天这么、还好吧？他们因为有这个认识十几年了，有感情基础。男朋友就偶尔过节的时候也回来一下。他在哪里的？他在广州。女儿在杭州，男朋友还在广州。是啊是啊，就是偶尔一年来几次那样子。嗯、对对对。他广州工作吗？其实可以随时步入婚姻殿堂，但是因为忙，都抽不出来时间就，举办婚礼，就一直在一拖再拖。尊重他们的意见，但是其实我们的直播工作确实会，给这些东西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的。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家的这个楚飞大姐姐，年轻人的世界我们还是读不懂。爸爸，我们现在就在节目面前，你就说你希望女儿能够找到一个怎么样的男生，你直接说，人要好，长得有点帅，有点帅。姐姐呢就做事比较认真。比较沉稳，但是呢，有一些小脾气。哪个女生没有脾气呢？正常的啦，没事的。对。焖多长时间的？开锅一会儿就好。你这个生生的把它熬在了这个，对，就是熬出来了味儿里面，熬出来了。那么一大锅水能让你熬成这样，也是挺费电的。好好好，我跟你说，越是这种烂乎的哈、啊，其实是越好吃的这个。味儿都对，对。好好吃，你这是熬的可以啊，人家都是炖，你这属于熬，愣熬，这属于熬豆角炖排骨。这个，然后还有那红肠，是头一回在这个浴缸里头切菜，这个感觉不一样哈。他对呀、啊，有客人必须得稍微像点样。这还有只要炸油酸菜，马上好了，酸菜好了好了。嗯，有那味儿了，好像阿姨。好嘞，最后一道菜叫酸菜汆白肉，对，是吧？对。欢迎你俩来做客，欢迎大哥，谢谢谢谢，欢迎盛姐，欢迎阿姨。我这个厉害了，锅包肉。亚东锅包肉。可以可以可以，就是我外边裹的那层淀粉没那么厚。嗯，好吃啊。嗯，不错，这个好吃好吃。尝尝这个，阿姨，这个酸菜，酸菜，对，就是东北的酸菜。哎，这酸菜是你腌的吗？对，自己家腌的。好吃，真好吃。我尝尝，这是我儿子做的，头一次做的。好不好吃吗？我喜欢这样的，有那味儿是吧？像今天他做这顿饭，我就很惊讶，都很惊讶了哈。对，都很惊讶，不可能的，对。这就是他一个人出来锻炼他自己的变化，慢慢嘛，慢慢就都会了。他自己这种独立的生活，我就是不敢想象。我这次来还想就是，你看你俩也是，这陈慧敏我也是头一次见面吧，我也不知道你俩现在发展成啥样呢，是准备啥时候结婚呢？我一猜就是这问题。结婚了。哎呀，他俩处了也一年多了呗，一年多了。嗯，就在我这个，我肯定是会奔着结婚这个方向去的。我感觉你俩处的应该是感情也比较好，也是奔着想结婚。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你要莫不如早一点，趁着我年轻还能帮一帮你们。嗯，可能我们自己对人生也有个规划嘛。嗯，对吧？就感觉还不着急，就是可以现在闯一下。对，现在就是闯荡一下，然后就再努力奋斗一下。亚东，哎，比如说你现在杭州待了这一年多，你打拼事业啊，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家里放不下的，或者是让你真的有牵挂的东西？肯定还是爸妈身体是第一位的。那肯定啊，我刚才一进门见我妈一面，我都感觉就是跟去年就不一样了。哪儿不一样了？就是感觉就是年龄大了，就是感觉就是肉眼可见的那种，
感觉有一些劳累了，肯定肯定是想你了，想对。他上大学以后，我就感觉哎呀，就好像失去这儿子似的，看不着了，就那个感觉。就是上学还好，他会有最起码中途能回去。这就是上班了以后，就一年看不着，然后就是这没办法了，我这快一年了，我就。这不现在还有视频吗？可以看视频什么的。视频和就是这样相处的感觉他也不一样。我还是希望他俩回哈尔滨吧，回哈尔滨能好一些。我感觉从他毕业之前吧，我就在帮他找工作呀，然后让留一些有些好一点的单位招聘呢，他告诉我呀，帮他找工作是吗？对，就是不想过那种你们希望的那种生活。一开始他俩拍的时候我还说，我说这一天跟闹着玩似的，我就认为这个东西好像是有今天没明天。你想你考个公务员了，有五险一金这样的单位，要稳定一些，最起码你有一个保障嘛。就是这种奔波呀，一天劳累呀，我就可能是一个孩子不想让他这么去做吧。因为我自己当妈妈了，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当妈妈真的就是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的孩子，就觉得怕他累着呀，辛苦呀。但其实东东应该是很开心的做这件事情。今天我跟亮哥在说我们打拼的时候会特别累，会觉得自己很苦，但其实我们在那个时候是最开心的。就是就像东东他们在拍短视频，其实他很开心，其实他不觉得自己很苦。累点不怕，我也觉得累点不怕。既然说不回去，想在这边发展，莫不如咱就买个房。你这不能天天这么租房子住。我也是，就是不可能说全部支付，这个我也付不起。我就是要给他付首付，然后让他们还贷款，然后这样就是稳定一些呗。阿姨就这么一年一年积攒过来了，都给他攒了一个首付出来。对，做父母都这样，哎呀，真的太感动了。不想用我妈的钱，不想花爸妈的钱，就已经养我养这么大了，然后我好不容易能够经济独立了一些，就是不想花他们的钱。但是我没感觉说他这个能有什么，就说是带来经济来源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就以为是在拍着玩。阿姨，你可真的别小看，你知道对短视频来说，他们五六万的留言，这个是在短视频里做的相当厉害的了，非常好的。我自己有工作室嘛，然后我们明年打算开网店了，我们两个就自己想就是往电商方面走一些，然后在电商圈杭州也是比较发达的。我自己以前在广州待过嘛，然后去广州跑过十三行什么，就各种一些衣服 PR 市场。衣服啊，对，现在记下来一共有三四家了，就是厂家货源。其实短视频跟那个这个都可以结合起来。对，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以后阿姨不用担心我们，我们还年轻，我们要先现在怕累什么都不做，那我们会后悔的。挺好。哎呀，他俩真的挺好的。真的，就是我妈呢，这一辈子就是希望我过得好，这个我是知道的。就是他呢挣钱什么的都想给我，他不想让我担心，所以他自己心理压力很大。所以我就一直想跟我妈说，就是说呢，你就放宽心，我其实在这边过得很开心，然后我打拼跟我女朋友一起。这样挺好。妈，我给你唱个歌吧。行。我小时候练钢琴，但我没有边弹边唱给我妈听过。那你就来一个呗。你就来一个。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放手，说好不哭让我走。跑得远选台铃，本节目由跑得更远的台铃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跑得远选台铃，本节目由跑得更远的台铃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电脑这个差不多。好，哇，这个肩脚煎好了。哇塞，好厉害耶！
你们饿吧，没事，饿的话行，一会儿就慢慢来，一起来，妹妹一起来，我们一起吃呗。好啊，意大利面我也喜欢吃，这个是你的 favorite。哎呀呀呀呀！我喜欢吃三文鱼，我老婆喜欢吃的，我觉得很健康，然后有很多 omega 3， you know， 然后减肥的话就吃这个。怪不得我们女生身材这么好。暖男，哎，叔叔，我们拿个剪刀，已经热了，已经热了。这个是你最爱的什么？佛跳墙。佛跳墙，佛跳墙就是。你这么，你这个是佛跳墙吗？对呀、啊。佛跳墙我真的喜欢吃啊，我经纪人每一次去福州都帮我带，好香啊。嗯。哎呦。来吧，一边吃一边聊。来吧。这个是佛跳墙啊，哇。谢谢谢谢，我来一点就行了，谢谢。尝一下，妈妈尝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嗯，好吃。好吃，好暖心哦，这碗汤。好久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吃，就是一亲人一起吃、啊谢谢。有时候我们过生日，其实都没有时间一起吃饭，因为太忙了。嗯。那平时你们就在这边做饭，楚然他们就在隔壁，就等你们在这边做好就吃饭。对，做好就端过去，拿过去有时候也没有时间吃了。没有时间吃饭怎么办？就是旁边他在那对稿什么的，我就拿个碗弄好了以后喂他吃一口、嗯。没办法，他要赶时间，要是他你不喂他，他不吃就不吃。有的时候我试过，就是做梦。梦话里面还喊着要不加库存这样子，因为直播比较紧张，特别是那种所谓秒杀的那些啊，加库存没有，赶快加库存，然后就这个人比较高度紧张，对。我们现在因为三个这个姐姐妹妹啊，加上我们三个女人呢，其实都在做直播。那我自己就是要求比较高，对自己对别人要求都会比较高，就是他会看回放，每天晚上睡觉前看回放。然后就是觉得，妹，我觉得妹妹你这里说的不对，会误导粉丝。这个妆化的太难看了吧？妈妈会不会有点要求太高？好累，这样子，接受不了她一开始。现在当了妈妈之后，就会知道为什么妈妈会有这种牵挂，就是无论你是多少岁，还是会啊担心你冷不冷啊，会不会着凉啊。所以做了妈妈，就是体谅到妈妈的那种很不一样。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你今天千万不要说我长大了我一定不会像我爸爸妈妈管我管得好严啊，或者什么人。有一天当你当了爸爸妈妈，你就知道其实你也差不多。哎，春节呢？那春节也不能放三天这种吗？初一初二初三也要播吗？有时候如果有活动的话真的要播，还有给粉丝宝宝拜年发红包。嗯，而且准备过年了嘛，我们问妈妈我们几号放假，妈妈说没有这么快啊。那什么时候你可以让他们独立一点点？其实现在我自从我自己做主播之后啊，你也忙了，我也忙了，所以没办法不让他们独立了。对。哦，OK， 小伙伴要独立的话，让爸爸妈妈忙起来。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两位这个明星跟我们一起吃饭，因为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一起吃饭了，真的。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叫亲爱的来吃饭，所以你亲爱的人都应该跟你们一块吃饭是吧？是的。所以我们一起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名字好不好？嗯，亲爱的来吃饭。选台铃，本节目由跑得更远的台铃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跑得远，选台铃，本节目由跑得更远的台铃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好了，谢谢大家的款待，然后也祝阿姨身体健康，祝你们健康，谢谢，祝你们幸福。欢迎。然后呢，在这里有一个惊喜，一个礼物，就是我们节目组送给大家的一份台铃电动车。对，希望你们在杭州堵车的时候可以骑它。哦，这好。台铃电动车跑得更远，续航能力更强，一次充电可以跑180公里。谢谢亮哥，别客气，别客气，谢谢亮哥，谢谢。回哈尔滨到我家去做客。好，好的，好的。好。登录微博搜索"亲爱的来吃饭"，
想吃什么由你点，下载并打开抖音 APP 搜索亲爱的来吃饭，发现更多精彩内容。感谢凤凰娱乐、网易娱乐、中华网、中国网、国际在线、环球网、中国青年网、凤凰娱乐、中国娱乐网、腾讯大声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下载超级星饭团、引力资讯、一点资讯客户端、 QQ 超级粉丝团、包饭子懒饭 APP、 巴沙印、闪萌 WiFi、 万能钥匙、蜗牛睡眠、前程无忧、五幺教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